各位標迷你哋好啊，又係我 number 七 watch 豬仔，而家已經係下晝嘅點零兩點鐘啦。咁啊，豬仔趁住有啲空檔時間咧，就介紹咗依一隻 turtles 啊，或者叫佢做鮑魚啦嚇。咁一隻精工嘅 special edition 啊，咁我拉近少少俾大家睇下嗰個 dial 先。依個 special edition 咧，你見到咧個標面咧嚇特別版咧個標面係唔同啲嘅。它就不是一個正式的，它是一個波浪紋，好像海浪的波浪紋起伏 的壓紋表面這樣的，一個藍色的表面很漂亮，再加上這個白氏的藍紅圈。那這個藍紅圈呢也不是就這樣一塊鋁片，有一些暗紋在上面的，近鏡大家會看到。那些細心的標迷就看到我手指指著這裡寫著 Made in Japan， 是的，日本製造的。豬仔介紹這隻是，因為同一個款都有不是日本製造的，豬仔介紹這隻是日本版來的，日本製造。好，看一下個夜光先啊，這隻潛水錶是應該個夜光應該是不差的，我們看一看，一起來看一看個夜光。等我一陣啊，這電筒不知道丟了哪裡。好了，看一下個夜光厲不厲害。哦，夜光都 OK 喎，幾勁喎都。跟住咧，時分秒同埋黑度咧，再加埋個 bezel 咧，都係有夜光嘅。咁十二點到三點位置咧，就見到啦，有一個紅色嘅啊，十二點到四點位置啦，有一個紅色嘅 bezel 啦，其餘部分就是藍色啦，襯翻個 dial 啦，藍色嘅壓紋波浪紋嘅表面啦。咁十二點位置你睇到咧，寫住 Seiko 嘅字樣啦，係啦，咁呢個都係金屬嘅特字嚟嘅，金屬嘅 logo。咁六點位置咧就私隱咗，啱啱遮住咗，就私隱咗呢個 automatic diver 200M 嘅，係啦，寫住 diver 200M 嘅。咁配合呢個 diver 200M 咧嘅防水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螺旋式鎖錶冠嘅，係一個螺旋式鎖錶冠，一個鎖把嚟嘅，非常之靚啊個 dial， 一隻潛水錶。好，拉翻遠少少同大家講解一下先。咁呢個鮑魚殼咧，就係、是、用呢個 4R36 嘅機芯啊，全自動嘅機械機芯。咁有得手上發條嘅，有停錶功能嘅。咁好啦，睇一睇嗰、那個錶冠位置先。錶冠位置擺咗喺四點位啊，做咗螺旋式鎖錶冠。而日曆星期咧就擺咗喺三點位置嘅嚇、啊。你見到星期日曆窗咧就係、是、白盤黑字嚇嘅、啊、星期日曆窗。咁向下轉動咧就放開咗個錶冠嘅。係啦，剔起佢咧，向上轉咧就順時針方向校時間，有停秒功能噶。咁大概校到六點鐘呢啲位置啦，六點零鐘呢啲位置咧嚇，先至校呢個星期日曆窗，半粒就校星期日曆窗嘅。咁向下轉動一格一格跳嘅，冇乜嗒嗒聲，但係一格一格跳嘅。向上轉咧就校星期，向下轉就校日曆。教英文就跳英文嘅，教呢個中東文就跳中東文。星期六日就轉咗顏色嘅，平時就係黑白底黑字。咁你見到星期六咧就轉咗粉藍色咁樣嘅，襯翻個 dial 嘅。星期日啊紅色咁樣。好，撳翻入去向上轉動，係啦嗱。首先我唔好撳入去先，就咁撳翻入去啦，唔好推入去先，就咁向上轉咧就上發條嘅。咁四十一小時動力儲能啦，4R36嘅機芯。咁咧大概咧就係、是大概咧儲能咧就係、是、去到呢個四十一小時轉30下左右。咁向入推住佢，扭翻緊佢嚇，鎖翻緊個錶冠，大概兩瓦幾度啦嚇，兩瓦幾度就鎖翻緊個錶冠嘅。好，鮑魚殼咧就係、是、或者 turtles 個殼咧就係、是、咁樣彎彎地形嘅。你見到個 bezel 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單向式嘅旋轉錶圈啦，就120K 嘅。跟住咧，嗰、那個旁邊咧就做咗啲狗牙紋嘅打磨啊，大家見唔見到？係一啲狗牙紋嘅打磨，非常靚嘅做工啊！咁鮑魚殼側邊咧就做一啲拉絲不鏽鋼嘅打磨嘅，嚇，做一拉絲花紋嘅。咁旁邊咧就做咗依、這個個 curve 位嘅嚇、啊，就銀色嘅嚇、啊、拋光嘅。
收咗落去嘅，嚇彎彎地收落去嘅，望落咧個流線感強啲，同埋冇咁厚身嘅隻錶就，咁同埋咧再睇下啦，側邊前後兩邊嘅部分咧留咗個錶窿嘅，嚇大家未必有留意到，就方便你自己換帶嘅，有啲人中意換膠帶啊，換皮帶都得嘅。就唔使撩入邊，即係唔使撩入邊嚟甩嗰支錶芯，就喺度篤就得啦，揾支牙籤一篤就得。好啦，跟住咧呢、這個就係一個實心嘅不鏽鋼帶，都好紮實啊條錶帶，拉絲不鏽鋼嚇。咁啊，中間間住兩行咧就係一個拋光嘅嚇，跟住咧其他部分就做拉絲嘅，都幾厚身啊條帶，幾紮實。好啦，呢、這個 double lock 嘅保險錶扣啦，都係嚇咁啊，精工嘅字，乜頭字樣啦，咁啊呢個衝壓技術噶啦，因為有個控喺後面嘅。打開之後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摺疊式嘅駁橋啦，係啦。好，睇埋呢個錶底先，錶底咧就係、是、寫住咗 special edition 嘅，係啦 ，special edition 同埋最重要三個字 ，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啊 ，special edition。咁 diver 200啦 ，stainless steel 咁樣嘅。4R 嘅36機芯呢度寫住咗嚇，咁呢度咧中間一個 prospect 嘅海浪嘅花紋啊，都係做咗呢個衝壓技術啊，所以凸起上嚟嘅嚇，幾靚啊！好，反翻過嚟俾大家睇先。咁個正面啦，就因為潛水錶呢只咧就重手少少嘅，扎實一啲嘅成個感覺。咁呢只錶咧就直徑咧就去到45mm 嘅直徑，係啦，厚度咧就13mm。但係度出嚟望落去咧，就唔會好大隻嘅戴上去。點解呢？因為 turtles 或者呢個鮑魚我叫佢學咧，佢呢個凹位咧收咗落去啊，轉咗入去，咁所以咧成隻錶咧感覺上比較細隻嘅，啊44.8嘅啫，我度出嚟就44.9度嚇。咁而嗰個厚度咧就13多啲，係啦13.3。咁個凹咧就係、是、嗱、那個凹咧比較難咩嘅？47個凹又唔算好大啦嚇，比較短身啦。最主要就係咧，佢呢個凹呢個位咧收咗去，所以戴落去咧唔大隻嘅個感覺。雖然佢去到45個直徑啊，但係44.9個直徑，但係唔大隻嘅，因為呢度收咗落去，收完咗嚇。咁呢個就係 turtles 或者鮑魚殼嘅特色啊嚇。再加上你想買一隻 special edition 咧，個 dial 特別啲嘅，就係、是、一個 prospect 系列，就係、是、海嘅系列啦。咁佢就係一個海浪嘅。波浪紋壓紋喺個面嗰度嘅，咁就呢只咧就啱曬你啦嚇。因為咧一般好多 turtles 第一唔係 made in Japan 啦，佢係啦，咁呢只就 made in Japan 嘅，係啦。咁第二咧就係咧佢冇呢個咁特別嘅 dial 啦嚇，同埋一個白字嘅圈啦嘅 bezel 圈。好啦，中意豬仔呢個推介嘅咧，就記得俾個 like 豬仔讚下豬仔啦，係啦。咁想知幾錢咧？豬仔推介2828，2828。咁如果有興趣嘅標迷咧，聽清楚啦，豬仔得一隻現貨啫，得一隻咋嚇。如果有興趣嘅就可以喺手錶概括內容下方嗰度有豬仔 WhatsApp 電話嘅 ，WhatsApp 俾豬仔得，打俾豬仔得，話俾我聽你想喺佐敦店攞定荔枝角店攞，好冇？2828蚊，係啊，有興趣嘅就盡快揾我，好冇？中意呢條片嘅標迷咧，而又中意廣東話推介日本手錶頻道咧。下次再有記得撳埋鐘仔訂完，下次再筍錶出嘅時候，第一時間通知你，好唔好？2828呢只 turtles 或者叫做鮑魚嘅精工，好唔好？多謝曬。